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戴牙套的马术。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的造型是不是很帅？是超级酷。好，我先脱掉。然后坐在我旁边这位，你们猜一下是谁？哎，坤坤，嗨，欢迎坤坤，欢迎坤坤。Hello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把坤坤请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一起玩一个非常好玩，也非常刺激，也非常可怕的游戏。那是什么游戏？站在哇，炸酱面啊！饿了吗？待会有你吃的时间。好，那么好了，好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出一个顺序，来，这里面有一个勾，还有一个叉。那么抽到勾的人就先到后面，戴着眼罩，为前面的车吧。好，来，那你先抽好了。抽完我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，来，什么东西？哇，那就是我先吃。我好饿。好，哦，超好吃的。滴滴滴。很难搅拌，好硬了都。哇，好棒！好，那现在马术加坤坤的友谊测探游戏现在开始。哦，往我这边来一点，碗，对，啊不，中间一点，对对对，好，对，夹，夹，对，等一下，慢慢，慢点，慢点。要吃多一点吗？还是吃少一点？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啊？对，有吗？啊，有有，然后放下来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好。往我嘴靠，往我嘴靠，哎哎啊！你吃到了吗？我知道，可以可以，我闻到香味了，可以来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啊！好，不要这么多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好，然后底下低一点，好，靠过来，好，靠近嘴巴，放开，啊，靠近嘴巴，放低一点，哇，你不要吃的这么爽好不好？你不要吃的这么好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拿那个萝卜。嗯，来，萝卜，萝卜在前面，上面。哎哎哎！啊！可以可以，我是不是？这是那个酱。这是洋葱，可以可以，没关系。有点哇，好好大一块洋葱，加油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好大一块，好高！炸酱面，炸酱面，炸酱面，快快快！哇啊，有好浓的洋葱味儿啊！快，有吗？有，来，对吗？嗯，时间到！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要死！不好意思，怎样？我的脸，我不知道，我要看一下，我要再看一下，啊、我要爆冲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稍微少一点点。你饿吗？没事没事，少一点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。嗯嗯嗯嗯嗯，痛、嗯嗯嗯嗯！对不起对不起，张嘴。哇！哦哦嗯嗯，哦哦嗯嗯嗯嗯，好吗？哦，好饿，慢一点。有吃到肉吗？嗯，有。嗯嗯，怎么了？插到鼻孔了吗？哦，喉咙哦，啊啊，捅到喉咙了。嗯、啊，我要把这个咽掉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爱坤坤。啊、整理一下我的发型，马术就是这么爱我的。怎么样？说说你今天的感想，请说。炸酱面好好吃哦！不不，你应该说炸酱面膜效果很好。我觉得我们俩今天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们这是第四次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好，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玩了，拜拜，拜拜。